我现在吃早餐，我带我早餐。Cakes, buy a lot of cakes.这应该是可以拿。第一站上上厕所，到了第一个景点，可是我不知道哪里。Maybe 我也不能 screen。Like how?我这样收我电话，这是我的 bag for passport money， then 我电话是在我裤子里面。哇，怎么在自己觉得就是感觉全部人是要偷我东西这样？可能太紧张了。感觉就是跟人家跟我对眼的人，我都觉得他好像要偷我东西一样，所以每次看到人，我都抓我被抓得很紧。坐圈去新基的嘞，新基啊，应该是。现在要找最美的角度，是很热，我痛死了。我看不到哎，没戴眼镜，我没戴黑眼镜，没戴眼镜。Oh my god, I feel like I'm gonna sweat. 我来拍照。啊，过来过来，看不到。哇，想脱衣服，好热哦。我们拍好，先free time。大概一个小时的 free time， 现在我们要去吃午餐。这是其中一个 village 叫 Manarola， 我没有错啊。所以因为时间 time limit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只来到一个厨房。你喜欢吃的鱼、啊？那你送东西不要总的啊，只要是他们那天就可以五十四块，你们吃很饱哎。嗯，刚才我买一个小小样，一个这个就是连冰箱啊，3.5块，我给他100块，他单子哦，还多少钱呢？我觉得好笑哎。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走这个村，而且其实哇非常安静，然后很多店都没有开。我不懂是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斜坡车是有点斜，给你看。所以五渔村就到这里，然后下一站是去披萨。可是因为是云的关系，所以然后天很快亮，然后天也很快黑。我去到披萨是天黑了，可是他讲那边打光很厉害啊，所以他讲。放心，美亚照片还是有的，所以就等一下下一站是去披萨，干脆。So cute。 我是风吹烂的嘞，也不算天黑啊，现在5:30吧，天已经黑了，看没有啊？其实现在才6点，然后这边景点已经天黑了，有点可惜。
该像半夜十二点，迟才六点半。Later， 这里上厕所要给钱。McD 那边上厕所，然后那边写是73欧罗啊，那我就给了2块的欧罗。那那个人就没有找我，我就没有找钱给我，那我就直接走进去，我就以为就是我出来的时候他会找我，我就讲 OK 啊，进去先啊，很小啊，小便先啊。出来的时候，你看他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我们就看对方，我就跟他讲，我给2欧罗，那边写73，那他才还我63，因为我们是游客，然后你这样子就是要骗我那几散的钱，然后你想要就是不只是我一个人。如果这样子我没有去讨的话，几个人十个人没有去讨的话就多已经多少钱了。然后过后出来的时候，就因为我是跟团嘛，就有其他的人也是跟这个团的，然后就有人差一点被 pickpocket。 哎 OK 啦， maybe 我真的不明白这边的culture啦，我就觉得来为什么今天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